掉了。他东西掉了。在哪里？我很想去找他，他什么东西掉？小心大牙！我马上要小心了，有三个。想玩的时候敲墙壁可以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外婆有的。你外婆有？你外婆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东西？就是他有找到了，这是他的碎片。哦，这是他儿子。
上面还有。给你点个赞，好不好？好，拍拍手，再拍拍手，妹妹拍拍手，好棒啊！你帮脸书股东都有帮你点赞，没意思啊，没，没个股东不要的嘞。